车场。9:54，我们在大教宫这边的山路很小，不好会车。后面有一棵很大很大棵的枫香树。大交通，后面这里有一条登山的路，那个水池。回程从这边下来，一路向上爬升，哦，总长1088了，已经走了115了。今天是5月3号，桐花已经不多，今年的桐花在4月初。就开始盛开。10:25，抵达西池湖。啊，这边还有个厕所。抵达观景台。真的啊？
12点离开西周山往回走，预计1个小时到达停车场。我们由主线走过来，回程走支线往石观音的方向下去。我们来到岔路，刚那位山友说是往下就可以到，直走也可以，都是一个 O 型。这边桐花落得很多，抵达石观音。石观音，这边有石影新娘台，抵达大交峰。停车场旁的水沟可以洗鞋子。抵达大交峰，下来走了50分钟。哦，下来比较快。回到停车场。